我可是知道很多让人心情变好的事情，比如呢？ 去哪儿？给你占便宜啊，开不开心？会你会。疼疼疼疼！少来，少演戏了，这些都是死皮，怎么可能会疼呢？你知道我那些客人怎么说我的吗？他们说被我服务就是一件超有幸福感的事情。偷笑吧你，开心吧你。你确定不会剪到我的肉吗？ 这把剪刀每次都在危险的边缘。你要是再啰嗦的话，我就注意力不集中，就真剪到你肉了。我不说话了，你注意力集中，注意力集中。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？现在心情好多了，这几天就没有心情这么好过。我觉得这样就很完美了。男人的手不用太精致，粗糙点挺好的。 好了，接下来这一步呢，你一定会特别喜欢的。我不信。哎，别动，给我放好。来来来，怎么样，舒服吧？ 好好记住步骤，待会儿你给我做。啊？啊什么？别看我，看动作，好好记住。